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谈完了乐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谈苦。那么在前几集里呢，师父为我们分析了，就是佛法所说的苦，有一个苦是生。那么除了生以外，还有哪些苦呢？这些苦又怎么样能够离得了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，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曾经谈到说。生啊，我们以为生是一种欢欣，你说生其实是一种苦。那么除了生之苦以外，我们还有哪些苦？在佛教里，佛家里面提到的苦还有哪些呢？通常来讲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但是在生、老、病、死过程之中，另外还有苦，加上呢，就是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。怨嗔恚苦，还有呢，这个下边一个名词大家很不容易听懂，就是五蕴是甚苦，那五蕴就是身心的条件，身心的情况，身体和心，也就是物质的身体和心理的这个互动啊，也是苦啊，一共加起来一共就是八苦，通常讲四苦。是啊，我们以为生老病死已经四个苦。对，这四个苦呢，生我们只有一次，是老只是一个这个过程。对，那病呢，就是有时候还这个病还那个病，间断的还病，或者是呢一生都在还病，那是一类啊。死只是一次，那个就是死亡。但是呢，另外的四种苦就是这个四个。这个四个过程之中啊，它就是间隙的发生，有这种苦啊，有这些四种苦，因为加起来八苦。那么这个八苦之中啊，我们在前边呢已经讲过生，对，就是苦啊。这个是生命就是苦，就是生存的这个过程之中啊，从出生的第一天。开始苦，一直苦到死亡为止，这个生，不断是生。那但是呢，下边第二个就是老，为什么啊？这生就马上就变成老。通常的人感觉上，生以后应该是有病毛，病了以后才会老嘛。其实这个老字啊，并不等于是胡子长白了，像我一样叫做老，而是说。出生以后，你一天一天的老，两天两天的老，三天三天的老，这个老就是这个时间的一个累积。是不是佛经里面讲说，一日已过，你的寿命又少了一天？这个就是无常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这是无常。无常，也可以说老就是无常，老就是无常，要不断的，你要警惕到。你是在老的过程之中，这个出生的时候已经看到他决定要死亡，那么死亡的过程之中，还没到死亡以前就是老。为什么老也是苦？是啊，老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吗？老是自然的现象，很奇怪的。我要请问陈小姐啊，我不知道你到了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你还不会。会不会介意人家问你几岁？通常不太会。不介意。那有很多人介意哦。这个问这个女性的这个女士的年龄是很不礼貌的。也就是说，不愿意承认自己老，也不希望让人家感觉上。自己的老，希望保持自己的年轻，让人家感觉上自己是年轻，不要让人家感觉到已经老了。对呀，如果人家猜我比我的年龄实际的年龄少，我就会很高兴；如果他猜我比我实际的年龄大，我大概会很难过。所以我这么老吧，让你猜得这么老，是不是啊？是，那这个就是说苦。就是不甘愿老，但你非得老不可。
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啊，希望长大。对呀、啊。希望赶快长大，长大了以后，大人的这个权利我们可以享受啦。嗯。大人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啦。嗯。大人能够去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啦。大人，这个。他们能够的我们也能够了，就自主性就会高，自主性强大、不必听人家的，父母也不会管到我啦，对，老师也不会老是在管到我啦、嗯、那长大了嘛。可是这个因为不知没尝到老的味道，因为希望赶快长大长大，可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，大概到了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就感觉上年龄了、嗯、因为已经这个少年时代过了，已经进入青年了。进青年时代的时候呢，多半的人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年又过了一岁了呢，又大了一岁了呢。我大了一岁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成就的，我的成就不大呢。这有的人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已经怎么了不起了呢？有的人说，胡适之啊，在28岁的时候已经怎么样了？在25岁的时候已经怎么样了？我今年已经这个快到25岁了，我还早嘞，离开胡适之的那个成名啊还没有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名。哇，胡适之的那个时代啊，他那个很容易成名的，现在我这个时代不容易成名的，就是自己的年龄就老是在计较自己的年龄，那这也是苦啊。这老本身不一定要到老了老态龙钟才苦，当然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是非常苦的。像我这个人，有很多人安慰我说，师父啊，你看不出年龄来吗？是啊。我说师父啊，你好像只有50多岁。我说阿弥陀佛，你不要骂人，我已经70岁了。真的吗？明年70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快70岁，这个你真的看不出来呀、师父，你看不出来我是70岁吗？我这个身体我自己知道身体70岁。有很多的人就自己觉得，哎，我也没觉得我自己70岁啊，我自己觉得身体还蛮好，就乱讲，这是自己安慰自己，自己骗自己。70岁就是70岁，跟50岁是不一样的，跟60岁也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骗人自欺欺人的原因就是怕老，是也是苦事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师父说，老也是一种苦。那么怎么样解脱这种苦呢？欢迎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